也是打开这边的近光灯后盖，左旋转，旋转之后我们看里面，里面的话有四根黑色的线，我们把里面的线理清楚之后，这边有一根在透镜支架跟透镜当中有条黑线拉出来，两条线的，上面会有显示恶魔影的线贴纸。恶魔影的贴纸，然后我们拉另一头，把这个头找到，是直接插这个头的，我们把这个头去掉，去掉之后恶魔影就没有了。如果客户以后还要用的话，把这个头用胶 3M 胶之类的固定在旁边的位置，好方便以后增加上去。然后盖回就可以了。